你吃吧，妈有菜价。现代人吃肉吃有剩，吃菜算是吃不够。那是当在吃肉的时阵，配一挂青菜，譬如讲爱吃酸的、咸的，会使用肉片卷泡菜，培根会使卷芦笋，牛肉也会使包金针菇、杏鲍菇做伙落去蒸，配一挂葱啊、蒜啊，再淋上甘醇好吃的酱汁，肉和菜做伙吃落去。那口感是又个脆又个甜，好食个营养。安尼的肉羹实在准备足简单呢，不管是家己食，还是要请人客，好看个方便。尤其是查囡仔食，嘛唔惊大口。